首先，要用《约翰一书》三章一到三节来宣召、颂扬上帝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！ 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阿们，夫人别忘了的圣经。谢谢今天晚上，我要带大家。 认识我们的天赋，上帝。我想每个人都会背主导文，但我们体验到他是天赋吗？还是念过去就算了？呃，《约翰福音》十四章六节，传福音的人都很熟悉。 这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这句话里面有两大重点：一是道路，二是目的地。这道路是什么？就是耶稣。那目的地呢？很多基督徒都没想到这一点。 耶稣说：“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耶稣就是那道路，但天父是目的地。多年来的经验和观察告诉我，很多基督徒走在这道路上，却从来没有抵达目的地，从来没有体验到上帝是他们的父亲。他们一直。 走在这道路上，日子过得不错，也很蒙福，却错过耶稣来的真正重点。他来是要带我们到天父面前。我要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明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很戏剧性的信主，那是在军营中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一九四一年，在约克夏郡的斯卡波罗镇，我当时并不明白救恩的道理，只有亲身的经历。但我后来发现，有些人晓得道理却没有亲身的体验。如果这两者只能选一，我宁可经历而不晓得道理。 但赞美主，两者可以兼得。不要只晓得道理，却没有亲身经历。我的生命从那时起永远的改变了。现在是一九九八年，那是几年前的事了。五十七年来，我一直与主同行，从来没有冷淡退后。虽然不是都很顺服，但我从来没有离弃上帝。上帝赐福给我，使用我。 我在五十几个国家讲过道，但在一九九七年，呃，我想一下啊，是一九九七吗？啊，是一九九六年，还好啊，有贤内助帮助我。我记忆力不行了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过去的事也就越来越模糊。 当时刚刚庆祝完我全职侍奉五十周年纪念，在施工中心刚办完庆祝会，我和路德就到夏威夷度假，住在一个租来的公寓。我们是去那里休息的。 真奇怪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去度假休息，结果却没休息到。那一次，几乎是注定没办法休息。最后，我住院开刀，但我还是感谢主。反正我们本来打算去那里休息，每天早上都坐在床上一起祷告、唱诗敬拜，也一起领圣餐。 呃，一天早上，我们祷告，然后唱诗敬拜。当时我坐在床上，我突然觉得体内发生非常奇妙的变化，完全出乎意料。我发现有一股力量从脚底上来，往上传到脚，又往上传到身体。 但是我同时又感觉到有一只长手臂从我右上方下来，用一股沉重的压力罩住我的头顶，我感觉被呃夹在这两股力量中间。后来师母告诉我。 我整个身体都在挣扎，痛苦。他说我当时的脸色发紫，所以是确实发生的事，不是我主观的感觉。我一时之间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接着我体内的这股力量克服了压住我头顶的那只手臂，这手臂就挪开了，我也就不再挣扎。 当下，我体会到上帝是我的父亲，我很自然的呼喊出天赋，我已经知道这个真理很多年了，甚至录了一系列讲道，谈认识上帝是你的父亲。这些理论我都知道，我晓得都是真的，我真心的相信这些真理。 但我就是没有亲身的经历。我找到了道路，也在这道路上奔跑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到达目的地。今天我要谈谈这个目的地——认识阿爸天父。这个体验大大改变我的生命，改变我的祷告生活。 我来自英国军人的背景，我家族里所有的男性都是英国军队的军官。呃，所以我是自律慎言的人。我信主的经过非常真实而戏剧化，所以我从不怀疑神。 但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，上帝是我的阿爸天父。我为我的父母、汉祖父母感恩，他们为人很好，尽忠职守，这是现代人所缺乏的。可惜，父亲这个角色，他们扮演的并不好。 我的家人从来不拥抱。记得我九岁时被送到寄宿学校，头上戴着小小的学生帽。我不好意思在公共场所亲吻母亲，父亲也从来没有把我抱在膝上。我的家人就是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他们都是正直、善良的好人，但是。 家人之间的爱、亲密和自由都是不够的。我受了圣灵的洗之后，经历了很大的自由和能力，但这方面都还没有突破。那一次头顶上的压力挪开之后，我马上领悟到，上帝是我的父亲。 我知道头顶那股压力的来源。我在印度出生，也在医治释放时处理过这方面的捆绑。童年的经历会大大影响整个属灵的经历。印度膜拜的神明有三百万个，我想其中有一些一直跟随着我。我有时候可以感觉到。 黑暗势力的存在，我已经得救，受圣灵的洗，说方言，为人祷告，看见病人得医治，但总觉得背后有一些黑暗势力在虎视眈眈。我相信这是某个印度神明，我晓得他的名字，但我不提这个名字，因为圣经说不要提别神的名号。 从小，这神就一直跟着我，走过五十五年来的基督教世公。这股势力一直没有完全挪除。我以个人的经验告诉你，我经验还不少。小时候的经历，有时是影响最大、最难解决的。 包括出生前在母腹当中所发生的事，我们需要圣灵来揭开这些事，只是我们该如何处理？我不是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师，我只是一个传道人。但是那一次的经历，从此不断在改变。 我的属灵经历。我想借由圣经让你看见，怎样进入这种亲密关系。我要引用一些经文，而不只是我自己主观的经历。我要确实以圣经为根基，《希伯来书》一章一到二节。 圣经说，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。圣经这里的“他”用写体，意思是原文中没有这个字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这段经文谈到。 上帝借两种不同的方式说话，他借先知说话，又以不同的方式借儿子说话。这里强调借着儿子这个角色，不是人的不同，而是方式的不同。穆安德烈把这句翻译为“以儿子的方式 （s o n w i s e）”，完全不同的方式。 先知可以传达许多信息，但当上帝要启示自己是个父亲，宇宙中只有一个人做得到，就是他的儿子。所以他的儿子就是来成全先知的预言，同时也带来先知无法带来的启示，就是彰显天赋。 《约翰福音》十七章记载，耶稣这位大祭司的祷告，他为跟随的门徒向天父代求。他在这个祷告中向天父说话。 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。”指的是他的门徒。我要谈两件事：第一，他显明了什么名字？犹太人十四个世纪以来，很熟悉亚威或耶和华这个名字。这是。 上帝神圣的名，犹太人从来不敢讲出来，只有写下来而已。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那么，耶稣向他的门徒显明什么名呢？读这段导词就知道是天父的名。他在这一章里出现了六次。 耶稣来显明天父的名，显明这个词很重要，他不是来宣扬这个名而已，他是来显明的。他怎样向门徒显明天父的真实呢？就是活出神儿子的样式。他从来不曾害怕、迷惑或绝望。 随时都知道该做什么，因为天赋时刻与他同在。他们在耶稣身上看见不同的生命，他们很熟悉先知，熟悉摩西，熟悉那些行过神机骑士传讲伟大信息的人。但现在人子活在世上，知道他在天上有一位父亲。 耶稣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显明了天父这个名字。这是他来的目的，这是上帝差他来的原因。因为只有儿子可以显明父亲，先知可以传讲，可以教导，但是无法启示和显明天父。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。 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。” 没有人知道父，所以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。除了子，汉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所以今天我要清楚说明，我不能将天赋启示给你。没有一位传道人能。 只有一个人能将天赋启示给你，就是天赋之子。如果你想认识天赋，就必须靠圣子的启示。我们不能说什么，否则就是说谎。耶稣接着又说：“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，也很有名。”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希腊原文表达的很生动：凡担着重担的人，凡挣扎难以前行的人，凡是快要走不下去的人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。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他的恶和担是什么呢？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就是他和天父的关系。他说：如果你陷入困境，感到迷惑、焦虑或沮丧；如果你不满意目前的生活， 就来我这里，我可以将天赋启示给你。这启示将改变你的生命，带给你新的归属感，带你进入真正的安息。我想问问各位，你们不必举手，多少人真正在享受安息？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安息可言，再怎么找都是徒劳无功。 你知道安息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放手是什么滋味吗？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安息，就是在天父的怀里。耶稣会把天赋启示给你。我不行，我只能传讲或者为你祷告。只有耶稣能写明天赋。认识上帝是你的天赋。 会带来四个重要的结果。第一，会有正确的自我认知，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。从圣经上可以看见，每个人的身份都来自父亲，家谱上都会记载谁是谁的儿子等等，知道父亲是谁。 就知道一个人的身份。虽然英文这个语言随着时代改变不少，很多人的姓都还是取自父亲的名，例如威廉森、强森、汤普森，这些姓的意思就是威廉、强或汤普的儿子。今天这个世代，基本上非常缺乏。 自我认知，这一代缺乏自我认知，有人就称之为 “X 时代”。这个 “X” 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未知数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我相信，如果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们，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回响。 我相信有许多年轻人活得很彷徨、很失落、很迷惑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天赋。除非他们能够认识天赋，谁都改变不了他们。所以，如果在座各位不晓得自己是谁，你像个没有脸孔。 没有根的人，你没有任何归属感，也没有真实的身份。也许你伪装成另一个身份，你对着镜子，用化妆品伪装成别的样子，但那不是真正的你。真正的身份来自天赋。第二。 认识天父，就会知道在天上有个家。从我信主那天开始，就相信只要持守信心之路，最后会到达天上。天上是我的目的地。但直到我认识了天父，才想到天上是我的家，因为家就是有父亲在的地方。 我经历过这件事后，跟师母说：“我不在乎死后葬在什么坟墓，如果你要立墓碑，只要写三个字就好了。”回家了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那一次去夏威夷度假，认识一个很敬虔的姐妹，她忠心侍奉上帝多年，在她。 严正末期时，教会的姐妹二十四小时轮流陪伴在他的床边。他常常对陪他的人说：“我从来没看过天使，真希望可以看见天使。”他临死之前，在床上坐起来。 举起双手，说：“我看见了，我看见天使了。”然后就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天使来接他回家。你希望怎么回天家呢？耶稣的时代有一个乞丐，坐在财主家门口。乞丐名叫拉萨路。 他生病，全身长脓疮，但他相信耶稣，连狗都同情的来舔他的疮。圣经说，后来呢？乞丐死了，天使们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我很震撼的是，并不只有一个天使，而是一群天使。 其实一个强壮的天使就可以带走他虚弱的身体，但上帝却派了一大群天使来把他接回天家。反观财主死后，却是下到阴间受苦，结局多么不同！我相信上帝会差派天使来接他的儿女。 我们怎么会孤独的回家呢？怎么会没有人陪伴呢？上帝有那么多天使。我想，人怎么死是很重要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很受约翰卫斯理的札记感动。一天，他接到消息说有个他认识的教会姐妹过世了，他马上问说：“姐妹是平静的离世，还是大有荣耀？”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离世？只在平静中吗？还是要荣耀的进入天父的家中，由一大群天使护送？认识天赋的人是有家的人。第三，认识天赋会带来绝对的安全感。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。 经文对不对啊？没错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这里说两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五只麻雀卖两分银子，所以买五只还多送一只，不只有四只是五只。 麻雀这么便宜，两分银子就可以买到五只。但耶稣说，若是你们的富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